嫁给阿拉伯人做老婆，接受他庞大的家族，而且要天天腻在一块儿，可不是说着玩的。刚到婆婆家没有几天，时间排得非常满。今天就用我的镜头带着你们，跟着大龙和他的家人，也许是大部分人这辈子都不会去到的地方。对于沙特阿拉伯人来说，这么早集体出游还是非常罕见的。到了这个摊位的时候，大家停了个。不知道哥哥老婆是怎么做到的，自制的藏花蛋糕从早上一直揣到现在。难道只有我不知道今天还有晚上这一趴？尝一下好不好吃啊？你看，在阿拉伯人家族里面，时时刻刻都可以享受长辈的待遇，尤其是在户外，完全不用动手，这个我太喜欢了。谁干多了谁干少了完全不会扯皮。给你们看个彩蛋吧，散会。哇塞，真的很棒，中国这是中国。